夜上海，夜上海，你是一个不夜城，花灯起，唱声响，歌舞升平。只见他笑脸迎，谁知他内心苦闷，夜生活都为了一世如戏。哭天哭地错得了青春，笑声轰动千言心碎，大江归去心灵儿碎，这沉沦的转动换一换新天地，别有一个新环境，夜生活都为了一世主席。香槟酒去漫长飞，采光饼也往来回，今是月神下探，跳恰恰才够味。你这样的白，我这样睡，这样美，把我这样醉，今是月神下，才够够味。不见得背，进进退退，不也徘徊，爱也徘徊。你这样对我美也乱飞，害得我今晚不得安睡。慢跳恰恰我也会跳得比你更够味，今是夜深笑，对对在漫长飞，对对在漫长飞，对对在漫长飞。谢谢各位，各位长辈，各位贵宾，大家平安。我是易如，我就是以前那个易如。因为现在很多人这样子问我，我只好讲说我就是以前那个易如。啊，就要过年了，在这里呢，先给各位朋友们，给您拜个早年，祝各位平安健康，一切都顺利。一个人最主要的是要有健康的身体。我今天还能够站在这里，在这唱歌，能够主办单位给我有这个机会站在这儿，我要谢的人很多，但是我今天特别要谢谢的是我的主治医师新陈代谢科沈德昌大夫，他的细心照顾，所以我今天才又有这个机会能够站在这里。各位来宾朋友，您知道我几岁了吗？猜猜看。七十岁。七十岁了。我今天坐这个捷运来的时候，当然是化了妆嘛，那有人就看到我，因为我去坐那个捷运那个不爱坐，那我坐在那边就有一个小姐跟我讲，小姐这个是给老人家坐的，哦，我说好好好，那我就站起来，我不好意思，我就站在那，其实我心里很爽的。今天来在座的朋友们呢，很多很多我该谢的，但是呢，因为后面我们还有好长的好丰富的节目献给各位，所以今天不再多讲话了。在这里呢，接着下来这首歌我为您安排的是初恋女，谢谢。
走遍漫漫的天涯路。我望断遥远的云和树，多少的往事看出无数。你呀，你在何处？我难忘你哀怨的眼睛，我知道你那沉默的情意，你牵引一个梦中，我却在别个梦中忘记你。啊，我的梦和遗忘的人。啊，受我最初祝福的人。谢谢我们的大乐队，谢谢各位，谢谢。不明白为
歌的朋友们，久违了，马上就过年了，我在这里先跟各位您拜个早年，祝各位新春愉快，最主要是身体健康，心想事成，谢谢，谢谢。今天呢，非常荣幸的能够站在这个台上，我今天能有机会站在这个台上。我要特别感谢我的朋友们来捧场，还有三位我最值得感谢的，就是对国语歌曲都很有贡献的庞淑珍小姐，还有陈九飞小姐，请问你们坐在哪里？挥挥手好吗？哦，他们把我谢谢你们，谢谢谢谢谢谢。他们二位啊，把我引荐给这次主办单位的刘国伟先生，所以我才有这个机会站在这里。我也特别谢谢刘国伟先生给我这个机会。
刚刚是一首潘秀琼小姐的怀旧的歌曲，接着下来为你介绍一首歌曲呢，这首歌曲是李香兰小姐在《一夜风流》的插曲。故事的简短的内容就是她是童养媳，跟少爷发生了一夜情，然后少爷走了去京城里读书，结果她发现自己有身孕，生了孩子，可是那个孩子因为她妈妈没有钱，孩子病了，结果她没有钱，孩子就在她的怀里死了。后来她赶到京城找这位少爷，没想到这一天他的那个少爷心上人正在跟别人举行结婚典礼，于是他崩溃了，疯了，所以在这里就唱了一首歌舞今宵。谢谢。我尽量地唱你乐舞的热烈，我唱得夜月疯狂，只有热烈，只有疯狂才不辜负了这美光。我找自己，我想放荡，因为我今天这样的快乐不能忘，非要自己
日的梦依稀又出现，想要重温逝去的美梦，会不会到梦难圆，我又回到我的寻梦园，想起了他仿佛又见面，想要重逢亲爱的情人，不知道能否再见。你怪我想把你骗，流着眼泪口难辩，深深恋情难而忘记爱人，回来回到我身边，我又回到我的寻梦园，往日的梦依稀又出现，想要重温失去的美梦，会不会好梦难圆。眼泪口难免，深深恋情难能忘记爱人，回来回到我身边，我又回到我的寻梦园，往日的梦依稀又出现，想要重温失去的美梦，会不会好梦难圆，会不会好梦难圆，会不会好梦难圆。谢谢，谢谢大家，好久不见，看到今天大家都非常的快乐，非常的健康，我也感到非常的愉快，因为很久没唱歌了。谢谢。哦，谢谢，谢谢。啊，好多钱。很抱歉哈，因为我这个腰，我的腰有三节的那个软骨压迫神经，所以呢经常痛，也不大能弯。也不大能走远路，也不能久坐，只能躺。啊，今天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这么多的老同事相聚一起，很不容易。这种机会也不是很多，所以我一定要把握。虽然很久没有唱歌了，但是我想也不要缺席。今天非常谢谢大家的光临，谢谢您给我们的鼓励，我们这些老艺人啊，谢谢。就是有您的鼓励，我们才有勇气呢继续唱，谢谢。那么接下来我仍然为大家带一首你很熟悉的一首老歌，不过这首歌呢以往呢我就有点怕，因为每一次一唱呢天气就要变，希望这次不会变吧，好不容易才天好啊，好不容易才天晴，这首歌带来的是泪的小雨，谢谢。分不出是泪是雨，泪和雨一起了你，一起你雨中分离，泪珠啊洒满地，哭泣你哭泣为了分离，分离后再相见不易，我曾把你的眼泪藏在睡梦里，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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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在睡梦里，就好像藏起回忆。喜欢绵绵细雨，细雨里忆起了你，忆起你在我怀里，泪珠儿洒满地。哭泣，你哭泣为了分离。分离后再相见不易，我曾把你的爱情藏在我心里，啊啊啊啊，藏在我心底，就好像藏起回忆。出是泪是雨，泪和雨一起了你，一起你雨中分离，泪珠儿洒满地。哭泣，你哭泣为了分离，分离后再相见不易，我曾把你的眼泪藏在睡梦里，啊啊啊啊，藏在睡梦里，就好像藏起回忆。
就对我可以。永远都怀念我们在座的好朋友。再过没几天呢，就马年快到了。我在此祝福在座的关大姐，你来了，哇，谢谢你来看我，还有谢谢你的花，谢谢。哎，没有跟握个手啊，好朋哎，好姐姐要握个手，来亲一下，谢谢，谢谢我们关大姐，也谢谢我们在座的朋友。刚刚说到一半，马年快到了，我祝福在座的朋友。马上成功，马啊，想到什么就有什么，祝福大家马上有钱发发发，好不好？还有幸福满满满的，每位朋友身体要健康，平安就是快乐。接下来我再安排一首歌，那首歌呢是我的经典，也是在座的每位朋友的一个经典的好话，爱你永远都不后悔，是什么歌曲呀？小太小声了，大声一点。哇，谢谢你，感谢你，你就是我的粉丝啊，那我就是你的党魂啊，谢谢，就是梨花泪，谢谢您，谢谢，谢谢您。爱上你永远不后悔，除了你知心又有谁，细雨脚下的花蕾，大家身体美满，谢谢你。
这个爱的世界里没有猜疑，也没有分离，更没有哭泣。在这个爱的世界里充满欢笑，更充满甜蜜，在你的心里。在这个世界里花儿遍地，我陪伴着你想要比。在这个世界里花儿遍地，我陪伴着你想要比。这个爱的世界里没有猜疑，也没有分离，更没有哭泣。在这个爱的世界里充满欢笑，更充满甜蜜，在你的心里。在这个世界里花儿遍地，我陪伴着你想要比。在这个世界里花儿遍地，我陪伴着你想要比。在这个世界里花儿遍地，我陪伴着你想要比。在这个世界里花儿想了比，想了比。感谢，非常感谢各位爱听歌的人，今天在后台啊，大家都很兴奋啊。好像回了当年的歌厅啊，好像除了基督小大姐呢，好像每个我都同台过哦。不过想起来真的差很多哈、哦，现在唱一首歌竟然会喘呢。不过是这样的，谢谢。其实喘不是什么坏事情啊。喘呢、啊，表示我们的心脏够用了、欸、啊，不喘就很糟糕啊。啊，来跟各位分享一件事情啊。1975年，我的好朋友吴秀珠唱了一部电影叫《海鸥飞处》的主题曲，那里边有一首歌呢，插曲呢，本来是要我唱的，但是很遗憾的是，因为我人在新加坡。所以这个歌呢就给别人唱了，其实那首歌是蛮适合我的，那么利用这个机会，让我们来回味一下《海鸥飞处》这个电影里面的插曲。这首歌是我希望，我希望，当然我最希望的希望今天晚上各位爱听歌的人大家都听得很愉快，谢谢您，谢谢。多一次想你，多一次爱你，多一次回忆，多一次亲密。我不愿离开你，希望陶醉在你怀里。多一次想你，多一次爱你，多一次回忆。
思起你，我一次起情更长。
想你想。非常感谢各位亲爱的好朋友。那么今年的这个老歌演唱会呢，邀请我参加，我真的很高兴。说真的，跟几位这么多位这么多年没有见的这个好朋友在一起唱歌，真的是很开心的一件事情。谢谢。人生难得几回呀，哈！所以呢，一起唱歌，一起开心。我们希望各位亲爱的好朋友，那么你们平常呢，也一样的，一起唱歌，一起开开心，这样的。那我最近呢，因为也许还有很多朋友看到我最近有一部戏剧在演出。那么平常说呢，戏剧对我来讲还是蛮陌生的。啊，唱歌我比较熟一点。我接着我想闲话也不要多说，我要为各位介绍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呢，在很多很多年前，我曾经在泰国的时候有演唱这首歌。那在泰国演唱的时候呢，那个琴师呢，他是一个泰国人，他不懂得华语，所以呢，他一谈到这个音乐的时候，我就赶快上去唱，结果一紧张呢，唱到哒哒哩哒哒哩哒哩徘徊，徘徊呀徘徊徘徊，我就忘记了所有的歌词，都忘记了。那么就一直唱徘徊，唱到最后，我自己也觉得好笑。那么这首歌曲呢，什么名字呢？叫《梦里相思》。现在我就要为你唱这首《梦里相思》。谢谢，谢谢。我有诉不尽的情意，每晚在梦里呼唤你，我两千山万水隔，两地相思梦前夕，我有诉不尽的悲情，寄托在梦里带给你。虽然千山万水隔离，但愿在梦里相遇。月夜凄寒，静静徘徊，徘徊在小桥楼台，景色依旧，哦，良辰不在，人儿几时回来？我有诉不尽的情意，寄托在梦里带给你。虽然千山万水隔，但愿在梦里相依。
静静徘徊，徘徊在小桥楼台，景色依旧，哦，良辰不再，人儿几时回来？我有诉不尽的情，寄托在梦里，带给你。虽然千山万水隔离，但愿在梦里相依。非常非常感谢各位来宾这么多的精神粮食鼓励。本来最近呢我不应该出来唱，因为我的嗓子呢是有一点点问题，在这个中音的地方就好像钢琴一样有一点坏掉，
就那几个音常常要用到的，所以很麻烦，所以我就必须要挑尽量能够避开这些中音的地方往高处去飞。所以呢，今天听的歌可能你们会有一点受不了，非常的抱歉，谢谢。感谢您。那么新的一年又快要到了，我明年就76咯，好健康，对不对？其实我开过刀，但是你只要好好的复健，身体绝对是没有问题的。年纪大没有关系，但是只要是健康良好，我想我们也不会麻烦年轻的朋友，所以自己快乐自己。希望你们有空的时候常常听歌，自己也可以唱，这是很快乐的一件事情啊。最近呢，我们常常看到电视上面有很多年轻的朋友误入歧途哦，比如说常常吸毒，那是一件很不好的事情，伤害自己的身体，而且呢对自己的身体不好，伤害以后呢要改也非常的困难。所以很早以前有一首老歌叫《卖糖歌》，这首歌也就是为了吸毒而做的一首歌曲。那个时候好像有鸦片战争啊，早期的时候，所以李香兰说吸毒不好，真的很不好，所以呢希望大家买糖，吃一块糖，不要吸毒。所以接下来让我介绍这首好听的老歌，叫做《卖糖歌》，我们一会儿回味，谢谢。
罪惩罚。Thank you.
星星在天空闪亮，百花在地上开放，我们有美丽幻想，为什么不来起欢唱？40年代淡水河边兴起的露天歌唱，是台湾国台语流行歌曲的发源地。台湾首座河边露天茶棚河乃庄，以前位置是从台北市桂林路底接环河南路一带。我记得是个躺椅，一杯茶，那个台子就是差不多就像台湾戏在我们到新安区那种台子，那歌星就在上面唱，乐队有的是五人，有的是三个人，就是轻乐队了，鼓手是一定有的，小喇叭，这个萨克斯风车一定有的。大概民国38、39年之后，淡水河边的歌厅开始出现。那我们现在熟悉的，比如说，纪录侠老师，他大概是民国44年、45年的时候到淡水河的二号水门的银河，歌厅露天歌厅来唱歌。水门这里有个门，这样进来，进来就很多人，就在这个在这边，哎，然后有个台，啊，那个河是从这边看到对岸，相当宽的河啊，就在这里唱歌了。随着时间演变，听歌方式从露天歌厅、广播、烙军、黑胶唱片、歌厅演唱，一直到台视开播的群星会，也影响着台湾流行乐坛。群星会这个时代呢，对于无论歌手的养成跟这个国语歌曲的曲库的养成有非常大的贡献。甚至老师他在制作节目的过程当中，从歌手的拣选、安排、训练，然后包括他自己去选歌，整个过程当中都经过非常非常缜密的安排。战后台湾演唱的歌曲，第一个当然是老上海的流行歌，第二个是香港同步输入的歌曲。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甚至他非常的注意，就欧美日啊，甚至南洋一些新作的歌曲，有的是根据歌曲的内涵重新填写中文歌词，跟歌曲的内容相似。那么有一些可能就是他自己新翻出来的这个的歌词。Thank you.
歌迷朋友们，现在就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下半段节目第一位出场的歌手严和婷小姐。上的人儿有多少人啊，他曾在深秋给我春光，心上的人儿有多少吧，亲切的掌声，以及我们这几位美丽的妹妹、美丽的舞裙哈，她为了配合我们那个，他们为了配合我们那个年代，去找这种衣服还不容易哈。其实以前我们群星会在台上是不讲话的，对不对？其实以前我一句话，我不是不讲话，我说我真的不敢讲话。现在老了，脸皮厚了。我觉得有时候除了唱歌哈，讲讲话也是一个沟通。譬如说，这么多年不见了，大家不知道我怎么样。如果我不说的话，我又没有新闻，你们可能以为我傻啦，还是老啦，还是病啦，还是还很漂亮啊，还是走啦。其实人生就是如此，有高潮，有起伏，有跌，也有跌下。我现在心情很愉快，但是我非常的忙碌。前几年呢，是因为自己得忧郁症，因为医生说我的声带坏掉了，再也不能唱，等于把我的第二生命宣布了死刑。从那天开始，我真的，我不知道怎么活下去的。
不过非常庆幸配合医生还有家人还有好朋友又把我带出来了，我现在完全康复。谢谢您，谢谢您的鼓励。我们的制作人刘国伟小弟弟，他打电话给我的时候邀请我今年出来唱歌，因为我声音本来坏了，我从高音练低音，刚开始没有把握，后来我练得很有信心了，刚好国伟打电话来，袁姐啊，明年演唱会你来参加好不好？我一口气就答应他，好，没问题。可是啊，天不从人愿，一个多月以前我就开始肺气肿咳嗽，我说老天爷大概叫我封麦了，不给我唱，我想好好表现一下，结果今天表现的还是不是很理想。谢谢您，谢谢您的鼓励。这一次待会儿大家，这次大家听完了大概都会有感觉到，可能在座的有很多人也是，现在台湾的天，这几天最近全世界的天气都非常不稳定，所以我已经两三年没感冒过的人，大概是怕唱歌吧，还是没胆，被吓得感冒也来了，又咳嗽又气不足。我昨天还在紧张，前天还去打抗生素，我已经连续打了一个礼拜，今天才来上台，从台中赶来。好，不管我的嗓子哑到怎么样，因为答应我的人生，我的一生就是答应朋友的事，既然答应了，不管好坏，我会尽我的能力把它做到。所以今天我就厚着脸皮在台上，我尽我的能力来唱我下一首歌曲。虽然我选的歌是比较简单，但是我觉得它蛮平易近人的。您听听看，何必旁人来说媒，都很熟，对不对？谢谢，杨老师，请。
躲开，这好像有些儿不应该，不应该。你还没有婚配，我也依旧待字身归，我刚刚为什么去拉杨金生老师啊？因为他看到我的时候我才十几二十岁，现在我都快七十岁了，所以我刚刚一转身看到他，哦，好亲切啊，所以我就不由自主去拉他一下，见怪了哈。我把最后一句唱完，都是自大家的鼓励，有您的鼓励，我还会再唱，我不封麦。谢谢您，谢谢，谢谢，谢谢。
花呀。谢谢，非常感谢各位来宾朋友您的鼓励。这首歌曲呢，我翻的资料是民国1953，民国42年哈，民国42年，是林黛演的《翠翠》的主题曲。那个时候我才好像在国小，我们叫小学的上下那个时间，我在军中，我的姨丈带我到军中去看电影，我这样听来的，所以这首歌曲是我第一首会唱的流行歌曲。谢谢，非常好的留念呐、啊。各位观众朋友，你们应该也是不陌生，对不对？啊，你们都是会唱的嘛啊！下次如果还有机会的话，我们要一起唱呢啊！好，谢谢。啊，时间过得好快，现在都是回想过去。在这里有很多的感谢，不知怎么样才能够把它表现出来。我从离开学校。初中一年级的时候读完了，然后离开学校。离开学校的时候，我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份工作，但是我的母亲、我的伯母、我的堂姐，她有一份工作在做。我伯母就跟我妈妈说，在一起工作会比较有人照顾，所以14岁那一年的秋天以后，我就开始出社会。我在我的表姐，不是表姐老了，我在我堂姐的照顾之下，我才能够认识吕伯伯，然后吕伯伯带我去认识甚至解关老师。我这样子一路就这么顺遂地走上来，甚至姐跟关老师带我，我就像她的女儿，他们这么的爱护我。邱正仁，你坐在哪里？甚至的弟弟，如果我是甚至姐的女儿，我应该叫你舅舅。哎，你在哪里啊？可是你只有大我几岁，我怎么叫你舅舅啊？时间过得真快，真的感谢我的堂姐，还有我的伯母。还有一个我要感谢的是，时间就这么过去了，我也唱歌上群星会，也演电影了，然后我结婚了。然后很不幸的，我又离婚了。但是我有一个女儿，我很骄傲。在我女儿求学的过程中，我要借这个机会感谢帮助我女儿的这个学校的教育的问题，庄老师，谢谢你，谢谢你帮助我。把我女儿的教学方面的底子打得这么好，感谢你们，更感谢所有的观众朋友。如果你们没有支持我，我今天前面也不会站在这个舞台。所以更感谢的是各位观众朋友您的不离不弃，谢谢，感谢，感谢，感谢。没有办法，秦蜜看起来好像很活泼，可是呢，我不会讲，我除了讲我家人，我不会讲别的事情，所以你们多原谅。人家说太阳星座你们知道吗？巨蟹座的人
我是那个巨蟹座，所以呢我不太会讲话，不太会表达，很笨的一个人，还是听我唱歌吧。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梦中人》，谢谢。
为什么你对我那样有人，这一番豪情你叫我怎能忘记你，我只有把我整个人爱黑了你，我要等着你，我要等着你，要等你回来，我要走死不飞，我要等着你，我要等着你，要等你回来，我能永远在一起。只要能重见你，是多美丽。永远能在一起，是多甜蜜。没有起我有意，我永远永远记起你，眼看着这个世界只有我和你。吴谨贤，今天非常，刚才我走出来的时候，我看到几位朋友张着嘴巴看我，是不是因为头上戴一朵花？因为谢谢，因为呀，头发如果很乱了，戴朵花就看不出来了。今天非常荣幸能够和我的老同事一块在这儿为各位唱歌，那在此祝福朋友们健康快乐，希望你们喜欢我们今天所带来的歌。接着为您唱一首轻松的歌，要不要看我跳舞？要不要？你怎么知道我会跳？好，跳得不好看，不要笑我。为您唱一首今夜台北没有你，谢谢。
身龙不见影，月儿明，星儿稀，还是不见忘记，难道你已忘记？难道你今夜要把我抛弃？怎样复心情？今夜太悲有你。相爱相许甜蜜，过去的我和你，多多少少念忆。难道你已忘记？难道你已忘记？你今夜要把我抛弃？怎样复心情？今夜太悲有你。彩排是不是
只淡淡地照顾一生。多少的甜蜜心思是我热情的掌声。各位朋友大家好，哇，每次到这种演唱会的时候我都好期盼呢，期盼的心情就晚上睡不着觉，一睡不着觉的话嗓子我就感觉就有差了，你知道吗？好期盼这种演唱会，可是每次演唱会我都发觉唱得不过瘾，就唱那么两三条就没了。所以我常常想，如果有一天我来开演唱会，各位会支持我吗？谢谢，加油，连老师都给我加油，谢谢。有各位您许我演唱会，所以呢我一定很加油，这段时间来锻炼我自己的体力，希望能够唱更多好听的歌，好久没有唱的歌曲，让各位一块来回味，好不好？谢谢。那么新的一年里，我也祝福所有的朋友们啊，今年马到成功，一切顺利，身体健康，祝福各位平安快乐，谢谢，谢谢。有了各位这种鼓励掌声，我真的好安慰啊！而且我今天很谢谢很多好朋友啊，像丽麦啦，早期您在青龙天听过他的歌，应该知道《我爱口哨》啊，像林冲大哥啊，还有我的上官平啊，这些好朋友，还有我大哥他们都现场来给我捧场打气，我非常的感恩，谢谢大家，谢谢，谢谢。好的，接着请各位一块来回味一首《何日君再来》。
小菜，人生难得几回醉，不欢歌何待。来来来，喝完了这杯我再说。今宵离别后，何日君再来。人生难得几回醉，不欢歌何待。来来来，让我敬您一杯。今宵离别后，小菜，人生难得几回醉，不欢更何待。最后一杯，大家一块干了吧。今宵离别后，何日君再梦了，我回来了，我从很远的地方回来了。你看，我带回来很多你喜欢。梦了，你为什么不说话？你为什么不说话？求你醒了吧，雷蒙娜，雷蒙娜，我求你醒了吧，雷蒙娜，听我再告诉你最后一句话，永远的永远的爱你，为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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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答我也只要一句，雷蒙啊，我求你醒来吧，雷蒙啊，雷蒙啊，我求你醒来吧，雷蒙啊，听我再告诉你，我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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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雷蒙啊。我求你看我吧，雷蒙啊，雷蒙啊，我求你看我吧，雷蒙啊，最后看我一眼，我心才情愿，睁开吧，睁开吧一眼，为什么，为什么不肯？难道你，难道你真有别离？雷蒙啊，我求你醒来吧，雷蒙啊，雷蒙啊，为什么那么傻，雷蒙啊，我骂你，我骂你，你真傻，你真傻，你真傻，有别离，雷蒙啊。相信，我绝不相信，梦啊，我骂你，我骂你，你真傻，你真傻，你真傻，永别离，美梦啊。我很开心，因为没有以前那么苗条的身材，能唱出这么洪亮的声音。谢谢，今天站在这里，我要非常感谢我的弟师妹妹。上个月初，我要去冲澡，结果滑了一下，跌倒了。结果本来是我一个人住的，但是所以说人啊，要死他不给你死。我四妹妹回来，她看到我倒在那里，我自己也不知道，她就赶快送医院，头脑开刀，开两个洞，所以没有毛。谢谢。我是很想哭的，但是我站在舞台，我生来就是要唱歌的，哭不出来。加油，加油，加油。谢谢。所以我很开心能在这里，也说我四妹妹，因为我家有五个女的，我下面有四个妹妹，所以我很开心能有她
我今天才能在这里跟大家见面，谢谢大家。你们都知道我唱的比说的好听，接着这个是主办单位特别指定的夺标买位，注意听，听。人生也有欢笑，也有悲哀，你我都感觉到。人生总有成功，总有失败，你也都看到。朋友，请听我说，世界上有太多不同的道路，朋友，如何选择，你要有主张。人生也有欢笑，也有悲哀，你我都感觉到。人生总有成功，总有失败，你也都看到。朋友，请听我说，世界上有太多不同的道路，朋友，如何选择，你要有主张。人生最怕缺少志向，当你选定一个目标，你就应该拿出主张，抛开顾忌，不必担忧，自己的路就该道路上，有一天发现了自己走错了方向，我们还可以回来重新再走一条我们自己认为应该走的路，有意义的路。所以朋友，不要丧志，不要失去自己，把自己喊一声加油。我们一定会走一条
社会上有意义的路。风寒黑人们 What is God If not himself Then he has not To say the things He truly feels In other words Of one who knows The record shows主啊，
谢谢各位，非常感谢各位。我觉得我们这一场老歌演唱会比往年老歌星更多，可以说是很隆重，对不对？谢谢各位。现在接下来我来唱一首《绿岛小夜曲》，谢谢。我都在唱这一首《绿岛小夜曲》，包括100年的唱片，还有10+10的，都是唱《绿岛小夜曲》。其实《绿岛小夜曲》这首歌有很多歌星唱，也有男歌星唱这首歌。刚刚开始唱这首歌是我纪录侠。那个时候刚好是周兰平先生，他未来要追求他的夫人，所以特别做这首《绿岛小夜曲》。其实《绿岛小夜曲》是表示诠释我们台湾的宝岛，我们的绿岛是这么优美，这么漂亮。那他呢，先做了这首歌，叫我录下来，放在电台播放。给所有的听众来听，让他们票选，结果得到第一名。接下来呢，是有一部电影叫《阿美娜》，这部电影呢是余光主演的，好像是王声男主角。然后我来唱这首《绿岛小夜曲》，那个姑娘改为情郎，就这样子。当时呢是电影放映，其实。这一首《绿岛小夜曲》能够唱得这么红，可以说是东南亚各国都有这首歌，只是他们把这首歌换为他们的语言。比方说香港有香港的广东《绿岛小夜曲》，日本也有，还有大陆也有很多。那这首歌唱红呢，我曾经在国父纪念馆，也是在这个地方，我演唱会跟各位报告过了，是紫薇姐姐她唱红的，她是在四海唱片把这首歌唱得很红，是紫薇小姐，我们给她鼓掌好不好？在座的各位来听我们的老歌，我相信
有的年龄比较大一点，应该有听到我们紫薇姐姐的歌，有没有？好，我相信在座的各位也很怀念我们紫薇的那个歌声。我想今天我不会让各位观众失望，我找了一位她的衣钵，紫薇姐姐的女儿黄海霞，来给我们唱这首歌好不好？海霞，你们来看一下我们黄海霞，像不像紫薇？再听听她的声音。这云当像一只船，在月夜里摇呀摇。讲真的，有其母必有其女。我们紫薇姐姐她人很甜很甜，我是跟她结拜的姊妹了哈，她是我姐姐。今天我看到海霞，好像看到我姐姐一样，可是她比我小哎，本来是叫姐姐呀，变成她还叫我阿姨了。那你看她唱得好，要不要再来请她唱一首歌 ？OK， 好。那这样好不好？你来唱一首歌，唱什么歌？好，我讲两句话。对对对，今天很荣幸来参加这么温馨的老歌演唱会啊！我同时要代表我的母亲，感谢过去所有爱护她、支持她的歌迷朋友们，谢谢。好，我接下来为大家唱一首《岷江夜曲》。谢谢。
位。除了台上演唱，私底下的资深艺人们生活也多彩多姿，各自在不同的领域精彩，让老歌继续传承下去。老歌哈，很多人对老歌认为说老歌嘛，老的东西感觉它好像很旧，就不是很喜欢。但是事实上，现在很多年轻人也开始慢慢去涉足这一块园地，所以在86年的12月，我们就成立了重相逢合唱团，梅大老师当了我们的歌唱的指导老师，一直到现在整整17年。老歌跟现代的歌差别蛮多的，因为老歌很优美，很羞涩，很温柔，它的背景什么都是很美的，像诗一样。接下来我们团体歌星都要来为各位献唱一首《我为你歌唱》，谢谢。希望，我要为你